啊。2024年世界口簧琴音乐节 The World Johor Festival in Taiwan 的国际艺人，对，那这位是我们的国际艺人吗？不是不是，哦，你不是我们的国际艺人，是不是？哎，那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Joshua， 我是 Joshua， 然后是 Jaco 的朋友。Joshua 是我们玉里的大脑，他同时也是斜杠生活文化的老板。创办人，好像还有很多别的身份，对不对？好像还有新创企业，我常常看到 Joshua 的脸书分享，有跟很多新创企业的伙伴们一起开会的画面，甚至还有，好像你也很常出现在我们玉里的秀姑鸾溪，都在那边忙什么啊？哦，简单说是环保，但是其实就是在种草，然后，如果跟现在比较时事上比较能连结是大家都在讲净零碳排嘛，净零碳排，对，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种树可以减碳，是，但是比较少人知道种草可以减碳，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在推动这个种草减碳这件事情，然后在那个河川地或湿地。是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之前有研发了环保吸管，而且好像还有多用途，甚至我们有聊过说那个是不是叫芦苇啊？哦，对，我现在主要做的就是芦苇，然后除了环保吸管之外，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它就是一个纤维嘛，所以它其实很多应用，它只是说，台湾过去没有人做，所以我通常都是参考国外的经验，然后看在台湾可以怎么把这件事情就落实这样子。小雪还问过我说，芦苇来做口簧琴的可能性这样？哦，对啊，因为我看到那个芦苇，它其实。在一些原住民，他们其实有拿来做排笛啊，然后或者是那个狩猎用的时候会有那叫什么兽，类像兽笛这样子哦，对对对，做类似的东西，所以我在想，就是它因为它的就中空管状嘛，所以它就可以拿来做比较偏笛类的一些乐器这样。是是是，对，那你觉得有可能可以做口簧琴吗？不确。可哎，欸，对，芦苇本来就是拿来做那个簧片，是音乐的，就是在国外本来就是拿来做簧片，像是做那个簧管啊、唢呐啊这种簧片，对，管乐的簧片，哦，所以它簧片的英文是 reed， 也就是 reed， 就是一模一样的。啊哈哈哈，是的，是的 ，reed， 对，口簧琴的这个簧舌也是叫 reed 的意思，这样子。哦，是吗？是，它也是叫 reed， 对，啊，我们这个叫做French， 然后这边叫做 reed。哦，所以其实是就是芦苇的英文。就是通俗名称就是 reed， 是是。啊，我们中文的话呢，原住民有一个比较浪漫的称呼叫做黄舌，对，口簧琴又被称为是祖先的舌头，对。那比较近代的话就是簧片嘛，啊，黄片，对，黄片。所以其实它其实是我在看它那个有发展芦苇的使用历史的时候就很像，是是是是，哇，超酷的。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Jaco， 负责邀约国外的艺人，还有我们国内的艺人。所以呢，今天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的表演艺人呢，等一下会一起看这个我们邀请来的国外艺人的口簧琴弹奏的影片。你自己本身有听过很多口簧琴音乐吗？没有，算我自己觉得算是小白吧。虽然说我们应该接触有一年多两年，有没有？一年多两年，是是是，但是。就是比较多机会都是你在的时候才有，这就是我要 cue 我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会被那个YouTube 的这种音乐打到，但不多啊，不多哈。类型的话，可能会是比较偏自然。然后，啊，你有常被我打到吗？你说什么？没有？你没有被我的口簧琴音乐打到吗？有啊！哎呦，这个对，不一定口簧琴，就是还有那个一些不同的发声啊。是是是，我们刚刚在拍摄之前呢，还要拿印度风琴一起出来调频了一下。对，感觉蛮好的哈，蛮放松的。对，我们今天想要走的就是一个放松的感觉这样子。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表演者，他来自于匈牙利。对，他可以说是
这支影片呢，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口簧琴的影片。我当时刚开始学口簧琴的时候，就开始上 YouTube 去找口簧琴的影片。它是我找到的第一支影片，这样子。那这个影片，即使是五年后的今天，我在看，我都还是会觉得蛮震惊的。就是怎么可以有人弹口簧琴，弹到弹成这个样子？那 Joshua 应该不知道吧？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叫做 Alon Slaggy，他在今年也会来到世界口簧琴这边来做表演。嗯，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好不好？ Okay. 好、Oh my god！ 你刚刚有听到它里面有几层声音吗？至少听到三层，三层对不对？至少三四层声音这样子，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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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技巧上真的是很难呢，对啊。有像吗？很厉害，有一点像啊哈，但是它的那个音量完全是不同等级的。对，我五年后今天我很确定他弹奏的这个他弹奏的方式完全没有使用效果器，哦，对，他完全使用他的身体在做弹奏，所以他就算我可以模仿出他的音色，但是我没有办法模仿出他的 power， 他的 power 就是很大这样子，啊，对，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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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从喉咙到胸口以下的这个位置在发声这样子，他的共鸣腔，他的共鸣腔体是很大的，对。好，那我们继续哦，哈，我往回一点点。哎，好像退太多了，我们还是再看一遍。稍微休息，稍微停在那边休息一下，你刚刚从喉咙的部分又转到嘴巴的前端这样子，对，就有点像这样子。他从喉咙这边转到前面前端这样子，整个。这个移动的太丝滑了，对，我觉得你也蛮强的，是吧？我也蛮兴奋的，可能我马上就 copy 这样子。哎，这我好，我们刚刚他好像进了一个段落，所以我再往后推一点点，开始喽。
Oh my god！ 每次听完我真的都是无话可说哎，因为就是完全会被他这个速度给吸住。很像那个什么，我觉得很像电音的，很像电音哦。所以这个跟你以前听过的音乐里面，你跟电音的，觉得这个音乐跟电音的连接比较像这样子。对，因为就是节奏很快，然后那个声音有点像电影，就好像是以前没有插电的那种状态。对，口簧琴也可以说是古时代的电子音乐的那个弹奏这样子。对，特别是在欧洲这个系列，对，因为阿隆斯拉基他是匈牙利人，他来自匈牙利的民谣重镇凯吉克梅 （Kecskemét）。对，他自己本身是匈牙利少数乐器博物馆的馆长，他的父亲是琴匠，然后他父亲的父亲也是琴匠，所以他是一个表演者，那他同时也是一个馆长，那他同时也是一个制琴的老师。当代的历史上面差不多就是顶尖的人物啦。我2年前有看了一个世界口簧琴大赛的一个影片，我就在评审席看到他坐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对，你知道吗？这很有趣啊！他2年前我们第一次办世界口簧琴音乐节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啊，就是 po 了这个讯息在 Prague and My Way 是世界口簧琴社团里面，他就直接传讯息给我说他要来。我说他去第一次有来，他第一次的时候他就要来了， okay. 他就想要来，他想要来台湾，但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是在疫情的封锁的状态，进来的话就是都要4+3。理解，那他就没有办法来，因为他告诉我说那个时候他小孩要开学，他不能够不陪他小孩。家庭最重要，家庭最重要这样子，所以就因为家庭，我们就第一届就没有他来这样子。就第二届的时候呢，很特别，我们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去欧洲找过他。我们那时候有去匈牙利旅行，然后有去Kecskemét去找他这样子，然后也因为在那边跟他让他招待了3天。对，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人。对，那我们回到这个影片来说的话，对，就是这个影片就算5年后我再看，每一次看我都还是会被他的技巧给震慑。那刚刚你刚刚说你大概听到几层声音，你觉得3吧？真的难分辨哈，差不多3层这样子。对，那我自己最惊讶的就是他在来回拨的这个部分，手法非常的顺畅跟犀利，也不是快的，他就是等。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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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就开始咚咚，还有没有是往后拨，后来变来回这样，来回慢慢的来回，而且都很顺畅，噔噔噔噔噔，手跟节拍器，手跟节拍器一样的稳定，这样子在那边前进，然后再逐渐加快速度这样子，哇，我因为我自己弹口簧琴弹5年，我自己知道这个技巧是真的蛮难的，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试试看来回拨的部分？你会弹这种放在牙齿上的吗？牙齿上。能来回拨，对，来回拨。看啊，
来回波是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一个技巧，何况还可以控制速度。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是这样算是往这样就来回波嘛，对不对？对对对，就前后前后，往前波跟往后波。你要坐正，你要坐正，你要坐正，对。日倒牙齿啊，你下面牙齿打开一点。手要拿上来一点，对对对，对对对，牙齿打开一点。我们这边已经瞬间现在已经变成了那个钢琴教学的教室，对。那如果大家喜欢阿龙斯拉基的这个表演的话呢，也可以去他的频道上面看看，我等一下可以放在这个影片下方的连结里面。那他里面也有很多线上教学的影片，我记得其中就有一支是教大家如何慢慢的来回拨，对。那不用担心他讲的东西是匈牙利语还是英文，其实我觉得看动作都可以蛮好了解的，而且他会用慢动作教大家怎么弹那样子。对啊，来回波真的是弹口簧琴的人一直都很想要学会的技巧这样子，但他已经把这个技巧用到出神入化，而且重点是从他的声音里面可以听得出完全没有使用效果器，那些效果完全是从他身体里面放出来的。口簧琴真的是超特别的，对，它是可以慢慢探索的一种乐器这样子，然后做出像电子音要的声响。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 po 文说，哎，弹口簧琴的人就是自带 BGM。嗯、对啊，哦，你刚刚那弹的感觉怎么样？这样子？哦，很难啊。然后，就其实我也接触，应该有，虽然说没有这个练习啊，但是，反正接触不同的琴好像都有很大的差异。嗯然后真的是要练习，没有练习就你之前有听过别人弹口琴弹成这个样子过吗？最接近应该就是你吧。啊，接近就是我这样子。啊、他可能只有听过我的表演了、啊、这样子。嗯，对对对。然后就之前的口琴音乐节有去啊，有听到一些不同的，对哈、哦，两年前你也有去过世界口簧琴音乐节呢，有听到其他的人，可是印象好像没有，就是听到你的印象比较深刻这样。对对对，不愧是、听到我的还是听到他的印象比较深刻。哦，他是很厉害，他是很厉害，对不对？对，在我们的那个。在我们的艺人介绍上面，他们被列为是匈牙利角尾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龙。对我来说，阿隆斯拉基他的排名绝对不是这个地球上的排名。什么叫角尾龙啊？角尾龙啊，角尾龙，你有看过那个《哈利波特》火杯的考验吗？哈利波特火杯的考验第四集，就是他们抢那个火杯，有一场是他们要骑这个扫把在空中追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就放出很多龙来的、哦、其中有一只龙就是超强的，那只龙叫做匈牙利角尾龙、所以在我们的游戏网卡上就把它写为是匈牙利角尾龙、对，好啊，看到阿龙的这个表演啊，我刚刚讲到他是没有用效果器，也没有开 reverb， 但他自己就自带 reverb 跟效果器的这个部分。我记得我跟阿龙，因为我去他家待了三天哦，那时候有一天他就问我说有没有空啊，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接他儿子，那我们就去一个湖边去接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念高中，他们在上划船课。那我们两个人就走在林间的小道里面，他就突然问我说：“哎 ，Jaco， 弹点什么给我听听？你不是说你想要进步点什么吗？弹点什么我听听这样子。”对，那我就弹了一个，我就想说：“哇，那我一定要好好的那个弹一个让他惊讶的。”对，那我就弹啊，弹完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说：“我说你节奏没问题啊，你旋律也没问题啊，你有问题是你的身体。”我说：“什么？我身体怎么了吗？”他说你弹口簧琴的时候你的手都是这样憋着的，然后你的身体都没有在动，弹口簧琴是要使用全身的力量在弹、我想说哇，这个全身力量，然后我看着他的身材想说哇，这一个东欧的男人你知道吗，强壮，然后呢脚踩的地，因为他走路都是很快而且很专注，对，然后身体也是这样跟你一样远远的这样子，对，但是这个身体蕴含了很多的力量，对，哦，原来口簧琴，大家都会说，大家每次我在弹口簧琴都会跟我说：“哎，你是嘴巴吐气啊？嘴巴有吸气吐气吗？
嘴巴有舌头有洞吗？这样子其实都有，但是洞的不只是那些，还有从你的这个眉心，从你的眉心这个鼻槽这个位置到你的喉咙，喉咙有好多地方可以用，然后再到你的胸口，再到你的横膈膜，甚至到你的丹田都可以用，这样子很专业。嗯，是的，是的，是的。那今年呢？我们很高兴的，就是没有疫情解封了，阿龙斯拉克又可以来台湾了。今年呢，他来台湾了，他不止他一个人来台湾，他还会带上他的乐团 Zord 一起来台湾做表演。那除了来台湾做表演以外，他今年会跟团一起在礼拜六的庆典夜演出，还有在礼拜天的大师之夜 solo 演出。所以在礼拜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这样子的演出在舞台上面。嗯，对。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呢，阿龙斯拉克他真的是一个充满故事跟充满热情想要分享的人。他的内核就是有一种感觉告诉我，告诉我说，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这个世界上更多人可以亲近口簧琴。因为这个原因而来的，这样子。可以问一下，就是我是好奇说，他是等于是家族事业，就是祖传，因为你说他爷爷就是做制琴嘛，所以他等于是从很早的前辈就一直都是做这个口簧的传下来，是这样吗？是的，是的，是。在匈牙利口簧琴的名字叫什么？你可以帮我拿那个盒子吗？那边有一个蓝色的盒子，对对对。这就是他们家的口簧琴的盒子，哦，匈牙利的口簧琴的名字就叫做 Delombe， 对 ，Delombe， 那这是他们家最有名的牌子，叫做 Black Fire， 对，你说的没错，他们家是祖传三代下来的，对，那他自己好像从3岁就开始弹口簧琴，但真正认真开始是从16岁的时候。那这支琴在哪里？这支琴啊。我们刚刚手上弹的就是 Delombe 的琴，但它不是 Black Fire， 对，不是 Black Fire，Black Fire 放在后面的盒子里面。有兴趣的话，等一下我们结束可以再让你玩玩看。哦，好。那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它的相较于其他的地方的口簧琴，匈牙利的口簧琴呢，比较匈牙利的口簧琴，它着重在节奏上面的表现。那他自己的弹法是像是巴尔干节奏式的这种弹法这样子，对。那因为口簧琴我们都知道它是泛音的乐器，嗯，对，所以他就是在弹奏这个泛音，但是又搭配节奏的方式，会让人家有一种很想跳舞的感觉。在欧洲来说的话，口簧琴根本上就是作为跳舞目的而成为的乐器这样子。在以前的时候就是庆典型的乐器，它最常会跟小提琴啊，就跟这种 backpack 啊来做一个演奏的搭配，然后所以他们这个文化是大概多久可以追溯吗？我自己没有看过这个史实，但我都是猜测，因为欧洲原本是没有口簧琴的，但是在原本没有口簧琴，金属的口簧琴最早是2000年前，它2000年前在铁器时代的时候，从西伯利亚开始制作的，最早就是发现在西伯利亚，距今2000年，对。那当时2000年前的时候，成吉思汗还没有攻打欧洲这样子。哦，所以你是说有可能打一打就传过去了，啊，就成吉思汗把琴带过去的，或者是透过某一种交易把琴带到那边去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在欧洲传统的口簧琴里面，在挪威、维京人的时候，然后匈牙利、意大利，然后捷克。这些地方都有口簧琴这样子，那蒙古曾经也打到奥匈帝国这地方。如果这边我有什么讲错的地方的话，我真的没有好好去读这些资料，所以呢，如果大家知道正确的知识的话，也欢迎在下面帮我们留言哦。哦，对对对，不过对于我就是没有接触过，我就对这个很有兴趣，就好奇说，因为我自己知道文化会就算是传进来好，它也会，因为你都说2000年了嘛，它一定会跟着这个地方一些特有的东西慢慢变成他们自己比较特殊一点的，不论是形制啊或是音乐的表现模式。是的，是的，如果我们有去过欧洲的话，其实就会知道欧洲的人文历史是保存很久的。嗯，它跟西伯利亚，就是西伯利亚是北大荒嘛，蛮荒之地啊，那人其实也不是太多，对，弹奏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西伯利亚北方的时候，他们是被当作是跟天地沟通的法器，是，对。可是在欧洲呢，它变成是一种以跳舞目的为主的
对，跳舞目的为主的，辅助社交的，辅助社交的。当然也有很多像是北欧的神话，像是跟口簧琴有关的，例如说女魔头的故事啊，然后还有叫做穆尔哈帕的这个故事这样子。穆尔哈帕就是挪威称呼口簧琴的一种方式，你知道吗？在欧洲啊，口簧琴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名字。在挪威叫做穆尔哈帕，然后在法国叫做 Gambard， 然后在意大利叫做 Molazzano， 对，然后在德国叫做 Mautoma， 然后在匈牙利叫做 Dlomb， 那捷克的我就不会讲，捷克好像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对。可 Dlomb 本身的是有什么含义还是没有？就是啊，其实它就是应该就是口簧琴的意思。OK。哦，我知道说，穆尔哈帕是来自北欧神话一个神的名字，然后。Mautoma 德国的口簧琴的名字就是嘴巴 Maut 就嘴巴 Toma 就是嘴巴的鼓的意思。Dlomb 我本身有点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我很怕被电那样。可以查一下，我觉得、对啊，但是被电也蛮好的，欢迎指正我，在下面留言好吗？留言告诉我你知道 Dlomb 是什么意思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阿龙今天，那阿龙这次来口簧琴音乐节，他除了在礼拜六晚上会跟他的团一起做压轴表演以外，礼拜天他也会做单人的演出。但如果各位还想学他的技巧的话呢，他也会在礼拜五的白天会开设他的大师工作坊。那如果就像你哦，我不知道你对于口簧琴的历史跟文化这么有兴趣，像如果你对他有兴趣的话，你今年还会来吗？看时间，但是蛮想去的。11月20到24啊，11月20到24，不会四天都待吧？但是应该会去参与5天哈。20到24，20到24，5天。那我们就挑我有兴趣的2天之类的。活动今年真是爆炸多的。好，我再，那你再传给我整个那个，我挑选我一下，我看哪几天是我可能比较有兴趣。我们前2天啊都是工作坊，就是20跟21号都是做工作坊这样子。对，工作坊有很多可以学，可以做乐器啊，可以弹口簧琴啊，然后可以有声音的冥想啊，还有一些身体的课程这样子。工作坊真的是，还有甚至还有戏剧的。你知道为什么要戏剧吗？你说 cosplay 吗？哦，对对，讲到重点了。今年我口簧琴音乐节的主题叫做什么？桃花源上古世纪。OK， 所以我们就会现场会看到很多穿着奇装异服的人这样子。那 cosplay 的，就是5天都有这个活动在里面，还是说针对于 cosplay 的一些，不论是譬如说，因为你说有角色扮演的一些活动在里面？哦，基本上就是，其实整个音乐节它其实就像是一种巨大的穿越时空的。的一个音乐节。我们把这个剧情设定在上古世纪。对，就是口簧琴仙人他端了一身，然后把各个异时空的人都吸来。所以你会可能会看到里面有穿着中古骑士装的人。或者是魔法师装扮的人，也可能有像我们这样子现在时代的人那样子。那甚至也会有未来赛博朋克的人。也可能会有一些朴实的村民打扮的人，甚至还有穿兽皮的原始人。就是大家可以发挥创意这样子。那如果说觉得不知道要扮什么的话，你就扮成现代人就好啦。对，每个人都可以设定一个自己的角色。所以这戏剧的工作坊，我自己本身有在我们的会议中体验过这种工作坊几次，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帮助我们。你有想过自己就是不同人生的可能性？不同人生的可能性，对。你觉得呢？你有想过这个事情吗？有，刚好前几天，昨天我刚在听到，在听那个 YouTube， 然后就有人讲到说，怎么可以去试验自己对自己人生的想象可能性，就写了3个版本的人生。然后你就可以写说，如果这个我现在这个版本嘛，就我现在当下我就写出来，然后如果还有另外2个版本，我会怎么活，就把它真的把它写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去想象说，如果我今天要转换我自己的角色，我可以用再过怎么样不同的人生。对，所以它就有点像是你刚刚讲的那样，那我们今天只是你那个是当下马上就透过一个戏剧方式让自己去体验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性。是是是，哇，我昨天想到的是说有什么是我还没有活出来的部分，有什么是我内在还没有活出来的部分，那甚至有一些是有什么是我不敢活的样子。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时候
遇到很多人，我们可能有些面向不太愿意让人家看到，所以他一直被藏在里面。对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性格嘛，就是譬如说我们已经，我就是以我自己啊，我已经很习惯用一些表达的方式或是呈现自己的形象的方式，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让我去尝试不同呈现自己的方式，那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突破。虽然说我还没有真的去试过一次，你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试一次，哎呦，现在麦克风声音听起来蛮可爱的。嗯，我觉得这东西只要试过一次，内在会有一种感觉。就我，因为我去年有去德国参加，就是这种真人角色实境扮演叫 LARP 的活动，一万多人的。然后在去之前，我在台湾就已经参加过两次，一两次这样子的活动了。对，我刚开始也跟大家一样，就是还要装扮哦，有点紧张，不知道装扮什么这样子。那就是找出一些自己里面的奇装异服啊。我以前去万圣节的时候，我最怕去万圣节了，因为我很怕打扮。但我还是有一年我打扮成木乃伊，然后就比较简单啊，就卫生纸捆捆啊这样子，然后弄点红红的这样子，就想好像都很难，但真的去做的时候好像蛮有趣的。那你这样的话，你带入的就除了外面的装扮不一样以外，你自己带入的性格啊，或者是我的确有带入一个角色。我第一次去台湾参加就是伊维诺斯的活动的时候，打一下广告，他们12月27号在屏东就是有巨轮颂歌的活动这样子。这个真是台湾最屌的 LARP 的活动。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我就有看他们的影片，他们就教说你来 LARP 要怎么玩哦，然后你可以设定一个新的名字，设定一下你自己的一个性格，有点像是我们在玩 RPG 一样，但 RPG 里面可能不会告诉你要设定性格这东西，但是可以设定性格。那我就被这东西打到，说哇，设定性格太有趣了，什么是我真正的个性，然后不敢演出来的。那我就发现了啊，我就设定了一个角色叫做乔伊佛，来这个国土找姐姐的人。那因为他找姐姐，他就觉得他不能死，他必须要找到姐姐，找姐姐最重要的事，所以他对于参与大战啊伙伴他都没有兴趣，他其实是一个很懦弱的人。对，我就演这个很懦弱的人。我记得我去参加那活动的时候，第一场大战的时候，你逃跑，我就对，就剩下我的队伍剩下我一个人，其他人都被就是被歼灭了，然后我还有其中一个伙伴倒在地上，然后我前面就是好几个骑士装扮的人，很高大，拿着剑这样子，然后我的伙伴是不是说救我救我，我就突然觉得就是，我说我不能，我必须要留着我的命找我姐姐，我就回头跑掉了这样子。那他们知道你的设定吗？他们不知道我懦弱的设定，但我就这样跑掉。结果后来这一轮结束以后回来，我就被颁奖了，就是被颁一个就是保全性命的奖。那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松动的感觉，就是说啊，懦弱其实不是一种不好的事情。对。那这时候我又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内在有一种松动的感觉，就是这个情绪好，这个情绪跟这个性格好像突然被接受了。哦，因为你本来可能有认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负面的，比较懦弱嘛。对，你怎么可以抛下我而去呢？这样子等等之类的，你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这样子啊，理解。对，但我好像其实是可以的。是。对，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就是好像当下都有很多选择，但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我或者是我们的人设或者我们的关系里面，我们好像必须要去做出一些事情，久而久之好像变成强迫性这样子。理解，同意。对，所以反而是透过这个活动，然后从别人角度来看自己做的那个选择。对，是的，接受这样。所以我在参加这些活动以后，我发现啊，可以这样子演呢。然后逐渐的，我就会想要说，那我的理想样貌是什么呢？我如何就设定一个我的理想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这个角色还有什么可能性？于是我今年就想说，我想要来扮演一个黑化的我。
是黑化乔伊佛吗？对，黑化的乔伊佛这样子，因为乔伊佛其实经常在家里面黑，就是乔伊佛经常在家里面黑化这样，但是又有点就是不太能让人家、知道黑化的样子，所以哎、感觉好像可以透过这个部分满足一下想要黑化的感觉这样子，嗯、好好玩，黑化不是一种错这样子，对，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会黑化这样子，嗯。好，我想知道说，哎、我刚刚也有听到说，Joshua 前年有来参加口簧琴音乐节，那好像来了一天是吗？嗯，对，嗯嗯，哎、我好像我们办两天呢，哈、哦，对对对，啊，只来一天那样子，为什么我只来？其实你现在问我，好像有点忘记，但是我只是可以大概，但我没关系啦，但我想知道说这一天，就是你觉得有什么让你觉得很好玩的？其实好多细节的部分，就我刚刚回想起来还是蛮多的嘛。比如说，我印象中那天是下雨嘛，有点下雨，对。但是也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我到不同的摊位去，然后我记得有一摊是一个朋友他在做耳疗，就是按摩嘛。是，然后。还有做一些、好像靠着也蛮舒服的有机做有机食品吗还是罐头的，对，我记得有一摊是这个，然后我觉得那边人都很放松，就是很放松，是譬如我去他就说、那你就坐下来旁边就一起休息，就是我就直接进到他的那个摊贩里面去、然后就在那边休息，然后就从他视角去看其他的人，就是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蛮放松，然后听起来蛮亲切的哈。对对对，然后像那个，因为刚好认识，那你有因此消费吗？有，当然有啊，支持啊哈，东西也不错，其实哦哦哦哦，对啊。然后我记得我做那个耳疗、哦，还有耳珠啊、哦，不是耳珠，那个针灸耳灸啊耳灸，嗯对，然后还有按摩啊、对。我在耳灸的那本朋友是认识的，然后我透过耳灸，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做有点像泰式按摩的，然后那个后来还真的就是有更多的连结，就是我回，因为他还住台北，所以我回台北的时候我还去找按摩，所以就不是只是一次活动而已，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我记得。还有另外一对是一个 couple， 他们是在帐篷里面，然后做我忘记是什么琴类的东西，还有按摩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也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和就是结合，因为你一般人做按摩跟一般去听这种声音的疗愈，它是不会结合在一起，对，我比较少看到他们这样结合在一起，嗯，对，然后还有很多那种突然间的jam嘛。突然间的jam，对，就是一个地方，因为本来就很多人会在那当下会带口簧琴去。你刚刚跟我说你听到很好听的手碟，对，一个、外国人，但我不确定，我也忘记他是哪里的，因为、我只记得他当下就是开始在做那叫在打手碟，嗯，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就很进来，哦，就很进来，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到5-6个人哦，哦，而且不止手碟，不止口簧，不止手碟，还有其他乐器，管乐的东西，然后也是不同国家的。那你自己会玩乐器吗？就口簧吗？一点点啊，对，口簧一点点。那像这样子，你觉得你会想要加入他们吗？会，可是当时就觉得说，哦，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会想加入，但你会觉得就会觉得说，哦，自己并没有很专业，哦，就会有这种想法嘛，是，并没有很专业，然后。可是后来我记得他讲了，他结束之后，他发现他讲一句话，他说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很专业，他说其实这是一个玩的过程，其实每一个人就算不专业，那时候他是讲英文啊，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就算你不是很专业，但是你是就是可以卷进来一起在里面玩，哦，重点是那个玩的过程，没有乐器也可以，对不对？对，因为身体其实也可以是乐器啊。然后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会觉得比较放松，就不会觉得好像玩口簧一定要是一个很厉害或什么样的，不需要，就是你只要愿意参与，然后就是它就是一个开始这样。哇，你完全讲中我们口簧琴音乐节的精神呢、就是参与式的音乐节，参与的精神，大家一起共创这个部分。然后
后来我还有一个很有趣，就是我看到那个志工嘛，就是对那个那边，因为在大自然环境，就很多天然的声音，然后他们、嗯、我就听到他们几个人就对着青蛙在那边谈口簧，对青蛙谈口簧，那酷了。对，我觉得这个现在很有趣，这样是是是，对。然后在那边其实也会有一些就像去年是有结合兽嘛。就是是四大家族，四兽家族，对对对对。那我也印象中，我看到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装扮，就是穿的很像兽皮啊，哦，有兽皮，有的披兽，然后甚至戴面具啊，戴面具，对，那就是会跟我可能是我参加的活动也不多，但是跟我在一般我们看的这种音乐会或音乐季的差异就类型会有点不太一样，是是是，对，然后会有种神秘感，对，所以，但是又好像很好玩，我看到大家在那边玩那个戳气球的活动这样子，哦，有这个，在那个控台的后面，他们就是在进行戳气球的活动，然后旁边看就觉得我也好想去玩哦，不然让它掉下来是不是？好像是，对，对，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东西，对，然后再就是那个环境，因为刚好那个环境是以前那个是南投那个姐姐，那惠美姐，惠美姐，对对。然后因为刚好之前我去那边上过课，然后我觉得这个环境也很棒，很舒服，对，所以我在回想，其实我现在有点回想不起来为什么那时候会只待一天，但我在猜应该是隔天还有事情，对。不过你看我从玉里哦。翻过那个中横，对中横，太鲁阁，对啊，就是为了查这个活动，哇！而且那天还台风哎，台风直接对对进来哎，对啊，那2022年的第一颗台风直扑台湾的台风，对啊，我就刚好在台风进来前赶快冲上去，真的，一整年的气象武器就是在那个九月的时候没有发生功效，对，所以算是还不错的。不错的体验，如果 以第一次参加来讲话，是蛮不错的。那有没有什么想要给今年参加的你的朋友啊的一些建议啊或想法这样子？如果你朋友，你会想要用什么点邀请他们呢、啊？我觉得会有几种，一种是如果你想要放松，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平常在工作或者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就是有一个如果你觉得有压力或是一个既定的形象，就是觉得生活有点乏味，那我觉得在那边你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而这种体验不是说你去国外玩或什么的体验，是你在那个圈子，基本上如果你没有接触口簧琴，你在那个圈，你到那个地方，那个圈子里面都不会有你认识的人，所以你可以完全换一个角色去做自己，就是你可以不一定是说设定啊，就是你可以跳脱平常的自己，你就是把，就像有些人会来花东一样，他就想跳脱他平常的那个状态。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放松，就是从自己原来的角色完全抽离。是是是。对，那你们刚好四五天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抽离角色这件事情，它就一定会有一定的效果了。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带口簧琴嘛，就是也不一定，因为如果没有接触，他可能也没有这管道。待会我们今年也有购票入场。就会送一支口簧琴， okay. 这个好像快变我们的传统了这样子。那对啊，那这样就超好的、啊。那对于那种完全没有参与的人，就是来做一次的体验。然后不一定，就我自己觉得不一定每个人到最后都会很入迷到像一些专业的人或是像你一样。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一个新的，对，一个完全没有的经验，一个 whole new experience， come on guys， 对对对 yeah。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口簧本身就有疗愈的功能，是，对，所以如果你想要透过某种方式疗愈，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因为像刚刚我们在练，就其实虽然说那边是以口簧为主题，但是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乐器。哦，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应该会透过这种乐器，然后其实你身体上面就会平衡。我想平衡，因为
就像刚刚在谈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自己这个心轮有影响。哦哟，心轮都来了哦，心轮就比较开哈，舒开的感觉这样。所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机会，就大家去听，然后你就会去感觉自己身体听到某种东西，你会反射，就是会有反应。嗯，对对对，所以如果觉得平常生活压力大，这个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去让这种音乐去疗愈自己，这样。哇，太棒了。感谢 Joshua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样子，我们留一点之后再来讲，因为 Joshua 跟我还有两部影片要来看这样子，我们还会再继续的看我们世界恐慌情音乐节2024从国外邀请来的这些艺人的表演影片，然后让大家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观看的感觉这样子。那最后呢，想要跟 Joshua 来一个我们今年世界我们恐慌情音乐节创办了一个新的手势，就是集拳以后呢，然后要比一个七，然后往上端，下次见。